姥姥，我要吃汉堡包。吃什么汉堡啊？今天吃不吃？我不管，你今天不给我做，我就在地里打滚。你小子还不讲理了，来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小子，那汉堡长啥样啊？那里面有牛排，有蔬菜，反正很好吃。姥姥，你这弄两个馒头做出来能有汉堡味吗？你小子瞧好了，姥姥做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小外甥，我这像不像你的汉堡包啊？嗯，姥姥，这太像了。姥姥，你这好有食欲啊，料还足呢。姥姥又没啥高级东西嘞。不就是包子里面塞点肉吗？